我们开始开会哈、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上午9:04至12:18，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林德福等27人，列席人员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及所属人员，部长高广奇请假，全叙部退辅司副司长林春美，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蓝坤田，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检任视察沈西南，内政部议政署副署长梁国辉，署长林国炎请假，消防署副署长陈文龙，署长叶基堂请假，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给予福利处副处长林景惠，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处长黄碧霞，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本院议事处函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0人拟具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25人拟具兵役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提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及第三次会议报告后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三、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辅系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辅系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提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报告后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0人拟具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邱志伟等25人拟具兵役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辅恤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辅恤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严宽恒、江启臣等分别就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军人辅恤条例第7条及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说明提案要旨。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就行政院提案及委员提案提出报告。委员陈廷飞等8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全民防卫动员室代理主任蔡忠诚、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睿、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薄鸿辉、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全叙部退辅司副司长林春美及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处长黄碧霞等及席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王定宇、吕孙玲及赖瑞龙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四，审查结果，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严宽恒等20人拟具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邱志伟等25人拟具兵役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3案，结果如下：一、第17条条文，除第一项增师字修正为师以2个月以内之军事训练外，其余均照行政院修正条文通过；二、委员严宽恒等提案第18条条文及委员邱志伟等提案第37条条文修正案均维持现行条文。三、第41条条文，除第一项第3款照委员吕玉玲等所提修正动议通过，修正为三、任教于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含专科学校5年至前3年1年以上之现职专任教师，经审查核定者外，其余均照行政院修正条文通过。四、第44条。照行政院修正条文通过。二、并案审查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具军人辅恤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军人辅恤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结果如下：一、第7条条文第1项增订通过，第7款修正为陆立职务积劳过度以致死亡者，其余均照案通过；二、第33条修正条文照案通过；五、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兵役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兵役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及军人抚恤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军人抚恤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二案均已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提报院会，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江召集委员启程补充说明。临时提案一案：一、有鉴于4月8日行政院长张善政于5月20日之后后知行政院长林权会谈，目前最重要的政权交接工作将分别自人事、预算及业务等三面向进行。在人事部分，国营或公股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及独立董事等人事案的处理程序，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已定于4月11日中午邀集各部会召开政府交接研商会议，并将于会中重申前述人事案的处理原则应与行政部门的人事异动法律规范一致。原此，国防部及其所属单位参团法人之人事调动亦应比照办理。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罗志镇、吕孙林。决议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议事录有遗漏或错误？没有，我们确定。好，接下来请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务部部长、内政部警政署署长报告：国人于肯雅涉案却遭中国大陆强行遣送一案，政府应有之作为与检讨，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与会的委员跟官员啊。首先罗志镇委员、刘世芳委员、王定宇委员、林长佐委员。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外交部领务局副局长钟文正、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太司秘书长蔡明耀、亚非司司长陈俊贤、调法司司长申佩煌、国主司司长徐佩勇、国传司司长彭邦陀、礼宾处处长张云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施惠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副司长戴东立、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内政部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长吕春长。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接下来我们请外交部林部长做这个口头的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本人今天应邀向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我们国人在肯雅涉及跨国电信诈骗遭中国大陆强行遣送案之经过，以及政府的作为，做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首先把这个相关的背景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肯雅的警方是在民国103年，就是2014年的11月30号，调查首都奈罗比近郊有一起这个华人的男性因为火灾致死的意外事件，连带的逮捕了疑似设置这个机房还有进行跨国电信诈骗的76名华人及一名泰籍人士，一共是77位。那其中是分成两批，第一批是37人，里面有我们国人是23人，那第二批有40个人，其中我们的国人有5个人，所以一共有28名是我国的人士，那其中有2名是在逃的通缉犯。那肯雅方面呢，是以无照经营电信业、无照使用无线电信设备还有组织犯罪等3项罪名起诉。肯雅的警方呢，在12月22号也逮捕了第三批有10名没有身份证明的我们的国人，他们怀疑是前一批77人的同伙，而且以伪造文书
还有非法拘留等罪名起诉。那第三批的这十个人里面呢，这个他们是在104年的1月获得这个肯亚地方法院这个判决，要缴交非法拘留的罚款，然后可以离境。那事实上是由我们政府由警方派人到肯亚去把他们接运回来。那其后呢，肯亚地方法院速度的延期开庭。那我们驻南非代表处那事实上也持续的有派员到肯亚去掌握相关的审判的进度。那今年的4月5号，这个肯亚的地方法院针对第一批这个37名嫌犯，其中有23名我们的涉案的国人，判决他们是无罪，可以释放，当庭释放，但是呢限定他们在21天里面要离境。那他们在法院宣判以后呢，也被中国大陆驻肯亚大使馆的人员联合肯亚的警方从法院的地下室带到这个 Kilimani 的一个警局，他们被羁押在那边。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警务秘书这个在4月7号就飞抵肯亚，而且也到警察局去探视我们这23名的涉案的国人，而且向该局的主管抗议这个违法拘留我们的国人。可是那时候这个肯亚的警方的主管并不予理会。那陈警务秘书呢，在4月8号的清晨呢，也获悉中国大陆驻肯亚大使馆的人员要求肯亚的警方要将这8名我们国籍的涉案人士，还有2名这个陆籍的涉案人士，从拘留室带走，要把他们这个带到机场，搭乘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要遣送到中国大陆。那我们的警务秘书呢，这个会同涉案国人的辩护律师紧急向奈罗比高等法院申请了禁制令，禁止这个肯亚的警方将这10名涉案的人士遣送他地。那他们在这个8号中午的时候获得这样的一个禁制令，而且他们也赶到机场去，希望能够阻止这个大陆方面押解我们8名国人到大陆去。但是肯亚的警方还有海关的人员这个一直用技术性的拖延跟阻挡，所以到这个陈秘书这个最终进入这个机场候机室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已经起飞。那我们了解这个肯亚的警方在4月8号那另外又逮捕了一批涉及电信诈骗案的41名人士，华人，其中呢有22名是我国籍，而且查获了无线电的对讲机有10台、笔记型的电脑，还有这个网络的这些设备，还有电话的基座等等，这些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这些相关的设备。那为了要能够进一步的处理本案，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陈代表陈忠在4月11号也赶到肯亚，他也还有协同我们的这个法务秘书也一起抵达。那在台北时间4月12号的凌晨，他们也获悉这个肯亚与中国大陆这个正在这个协调，他们要把我们这个逮捕的这22名国籍的人士，那另外就是原来还有15名的国人，他们要连一并的要把他遣送到中国大陆。所以我们陈代表呢就紧急的请我们的法务秘书前往首都的警局，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阻挡。那昨天我们在记者会的里面也曾经由我们陈市长对外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那目前呢，这37名这个涉案的国人呢都被送往中国大陆。那在本部的作为的部分呢，事实上在2014年11月30日这个发生本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部里面就指示我们驻南非代表处要积极的进洽肯亚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放弃对我们国人的这个司法管辖权，能够由我们把他带回。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参与这个调查，来确保我们涉案国人的权益。那在这一段将近1年5个月期间呢，我们驻南非代表处事实上多次的有派员到肯亚去探视这些涉案的国人，以及我们也协调了刑事警察局从台北派员到肯亚，就接运的首批这个获得释放的我们10名的国人。那从104年2月到105年4月这段时间，这个肯亚地方法院对于这2批77人的审理的进度可以说非常的缓慢。
那庭讯呢也一再托辞的延期，但是这段时间我们驻南非代表处还是有多次的派员啊到法院，那也有去探视啊这28名的涉案的人士。那我们也请旅居肯亚的侨务委员就近前往探视。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协助啊，包括提供这个食物、书刊，还有内衣裤等生活用品。那在4月8号，这个获悉这个中国大陆驻肯亚大使馆拟会同肯亚的警方要遣送这些国人的时候，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这个必要的处置。首先呢，我们是本部也指示我们驻南非代表处要用运用一切的管道啊，积极向肯亚方面交涉，要求肯亚的警方啊，依法庭的判决要释放我们这15名啊受押的国人。那本部呢也立即通报了行政院的大陆委员会、法务部还有刑事警察局。那事实上，刑事警察局原来就有既有的管道，也多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除了向中国大陆表达我方严正抗议的立场之外，而且也向陆方表示要尊重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还有司法互助协议的相关的这些惯例跟做法，不要强制的遣返我们国人到中国大陆。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对外说明本案的相关的背景，还有本部的这些应处的作为，而且严正抗议中国大陆还有肯亚的警方违法强制遣送我们的国人，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将该8名我们已经遣送到大陆的人士要立刻送返台湾，而且我们也预请这个肯亚的警方能够依照法庭的判决立即释放其余15名受押的国人。本部在4月11号跟12号，事实上我们也跟相关的部会都有开会研商一些相关的做法，那也都有呈报国安会。那事实上国安会在4月11号下午也早上跟下午市长都有开会在协调相关的事情。那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警务秘书那在4月8号的上午9时起透过我们驻涉案的国人的辩护律师紧急向奈洛比的高等法院申请了禁制令，那而且持这个禁制令呢赶到机场去，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大陆方面还有肯亚方面还有肯亚方面的阻挠，所以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我们驻南非代表处呢另外在4月8号也以这个肯亚警方违法这个违宪拘留我们23名国人及陆方这个强行押走其中8人，有违人权甚至于触犯鲁人罪为由，也向肯亚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请求协助。那该会的专员呢也把我们的要求把我们的请求转给肯亚一个独立的警察监督机构。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涉案也请这个涉案国人他们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在4月8号正式向法院具状这个控告肯亚的内政部长、警政署长等人他们放任这个肯亚的警方这个藐视法院的判决强行扣留我们的国人，而且违法就是配合陆方人员将我国人遣送到中国大陆。那驻南非代表处在4月8号的时候，他们也紧急静下2名有我的肯亚国会议员，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协助。驻南非代表在4月8号也透过肯亚主流的电视新闻媒体发声，就是抗议肯亚的警方配合大陆方面的使馆，将获判无罪的我们的国人强压赴陆，表达我方的严正抗议。那驻南非代表处，我们在目前在肯亚的秘书也探视在4月8号遭逮捕的22名国人。我们也向肯亚的警方这个要求了解相关的案情。那后来也是中国大陆驻肯亚大使馆的强力介入没有办法，这个最后也被迫终止。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法务秘书还有我们陈代表在本月10号及11号就先后抵达肯亚，事实上也去探视安抚这15名被肯亚警局扣押的国人，而且进行相关的联系工作。陈代表目前人还在这个肯亚，那他目前还在进行一系列的联系的工作，因为还有5名的国人还在肯亚，这个等我们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转机。那针对这次的这个事件，我们陈大使跟我们法务还有警务秘书还有辩护律师
可以说在那边都是彻夜的在处理这些相关的事情，主要希望能够阻挡这个肯亚方面的作业。那我们也希望陈代表目前人在肯亚，也透过各种管道不管是 NGO 的部分、国际媒体的部分，或者肯亚的国会议员等等，我想在一系列我们希望能够让肯亚方面了解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严正的抗议。那本案的检讨就是我们自开始我们就希望肯方能够同意我们的司法管辖权，而且争取就是一旦我们的涉案人士被宣判无罪或者驱逐出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他交由我方处理。肯亚在104年初，其实上事实上已经将两批一共10名涉案的国人移交我方，也显现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那我们驻南非代表处的警务秘书，在这个肯亚这个遇到中国大陆公安等相关人员的时候，也一再的跟对方提及，这个两岸警方在东南亚地区共同打击犯罪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合作模式跟惯例。那在这里要特别说明，我国与肯亚没有邦交的关系，也没有在肯亚设立代表处。那该国的业务呢，目前是由我们驻南非代表处在监辖，但是肯亚跟南非其实相隔这个将近3000公里，所以平日我们并没有常驻的人员，而且因为地理位置比较遥远，所以我们对肯亚在政治方面或者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但是我们也是透过狭访的方式，能够逐步的建立各方面的接触，跟肯亚的各方面能够保持一些联系。那大陆方面当然跟肯亚他们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援政合作案非常的多，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这次这个肯亚相关的单位愿意配合这个大陆方面将我国人遣送大陆，那我们也这个表达这个严正的抗议。那我们也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次是运用一切的力量，这个透过这个肯亚各方面设下这些重重技术性的障碍来阻挠我们驻南非代表处这个陈大使他们在肯亚方面所做的各方面的行动，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能够拦阻我们国人被陆方的人员押访押到这个中国大陆。下做一个结语，就是外交部我们会继续的会尽下肯亚政府这个不要配合中国大陆将还没有宣判的5名涉案的国人遣返到大陆，这个部分我们还在持续的进行，在做进一步的努力。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协调我们陆委会、法务部还有刑事警察局，也跟这个大陆方面的对口单位来进行联系。我们的立场还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就是向大陆还有向这个肯亚警方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速的能够放人。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做持续的努力。那第二阶段的协商工作目前也正由陆委会、法务部还有刑事警察局正在做进一步的进行，那这些努力我们都希望国内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以上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这个不吝指教，谢谢。好，谢谢林部长的报告。其他单位陆委会、法务部还有警政署有没有要补充？来，我们请陆委会副主委。主席、各位委员，今天承蒙贵委员会的邀请，就本案提出报告。那我们就本会的处理和一些立场提出一个简要的说明。那事实背景，刚刚部长已经做了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不再另行报告。那本会的处置作为就是这个案子是发生在103年11月间，所以从发生以来本会就长期在持续关注这个案子，和外交部和警政署保持联系。那在今年的4月8号，那本会是接获刑事警察局和外交部的告知，陆方打算帮我方的8名获肯亚法院判决无罪当庭释放的国人押至大陆。所以在陆委会的处理，就是在我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通报横向通报之后，我们就马上向大陆国台办提出，表达我方的立场是希望这
个案子，有关我方的人员应由我方处理。如果入方有其他的案件要侦办的需要，可以透过共党协议的这个联系来做处理，而且要求国台办积极协调有关的部门，尽速释放我方的民众，不可以强行押到大陆。那可是稍后我们获悉，通报的资料，我方民众已经遭大陆强行带往大陆。那在这同时，我们马上向陆方表达强烈的抗议。对于陆方这种行为，违反了肯亚法院的裁定，而且严重侵害我方民众的权益，更违反了双方在100年来处理类似案件所建立双方人员各自带回的默契。这样的处理是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对两岸关系的严重影响，陆方要负完全的责任。这是在我方跟陆方表达严重抗议的内容里面都具体呈现。那4月9号、10号，我们还是持续和陆方沟通，并且和外交部和刑事警察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持续关注这个案情后续的发展。而且在与陆方沟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再的表达要尽速把8名国人接回。那对于还在肯亚的人员，我们也表达政府要把他接回台湾的这个意见。那此外，我们提出两岸事务首长热线要进行通话的这个诉求。那这个提出来之后，陆方没有马上就相关的问题做回应。那到4月11号，我们接获陆方已经依据共党协议的规定，通报原来强行带回大陆的8名国人是拘留在北京定海区的看守所。那在昨天下午，夏主委和国台办主任启动了两岸首长的热线。那夏主委在热线中指出，我们从4月8号开始就开始对陆方表达严正的立场，甚至严正的抗议。那陆方还是在8号，强将我方或类似案例所建立的共识，也就是这个共识，也就是双方在第三地合作打击犯罪，不管是在事前、事中或事后，都会先行知会对方，而且是协同行动。那对于人员的处理，也都是各自带回。那陆方这样的粗暴行为，违反了肯亚法院裁定不得将我方民众送出境的禁制令，严重侵害我方民众的权益。对于我方反应迟未回应，使两岸的互动受到外界的抨击。那在昨天，陆方在肯亚又将我方民众37人强行带往大陆，那无视我方在之前提出的呼吁。那这个部分是严重伤害两岸8年来所建立的互信，我方再次表达抗议。那针对这个事件，夏主委在昨天的热线中向陆方提出具体的主张，也就是在4月12号被陆方带走的我方37位民众，在抵达大陆后，陆方应该立即依照共党协议的规定进行人身安全限制的一个通报。那另外，我方表达希望能够尽速安排，包括陆委会、刑事警察局、法务部，还有海基会派人组团赴陆，了解相关案情，并协调后续的事宜。那由这些组团人员可以先行探视受押的人员。那另外，表达依据过去合作的模式，陆方应该尽速送回我方的民众。那我方的相关人员和家属在赴陆探视我方民众的时候，陆方应该积极协助安排。那另外提到，避免类似案件发生，双方应该尽速透过协议的平台商讨合作打击第三地的电信诈骗犯罪常态处理的一个方式。那国台办的张志军主任是回应表示说，对于我方提出来的人身安全通报，家属探视和相关主管机关组团赴陆了解案情这些事情，他会向大陆有关部门转达，会尽速回复。那对于这个案子，陆委会的立场是，针对大陆外交部门近日记者会的内容，将全案导向一个中国的政策，我方是绝不接受的。在中华民国宪法下，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有完整的司法管辖权，那不会因为大陆单方面的主张而改变。那陆方应该积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现实。另外，
大陆方面应该要珍惜七年多来两岸互动的成果，那两岸关系的特殊性，那大陆应该要珍惜这个互动的成果，那尤其是已经建立的官方的联系管道，应该持续透过这个联系的机制来做一些良性的一个互动，保障两岸民众的一个福祉。那第三点，是提到这个案子不应该做这样的处理，可是也不容抹杀两岸共党协议在这七年多来的一个执行成效。那尤其在针对这个案子相关的电信诈骗案件的诈骗数和受害金额，从1998年这个协议签署后，到至今，受害的金额和诈骗数都明显的降低。另外，我们提到政府绝对会维护国人的权益放在第一要务，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跟陆方的做相关的沟通和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下进行相关安全的人身通报，能够马上陆方能够通报我方，另外协助45名的国人的家属赴陆探视，另外后续我们会同相关部门派员赴大陆了解案情的这部分，也希望陆方赶快回应。那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将国人带回。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的依法处理，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做，配合主管机关法务部做相关的依法处理。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法务部有没有要补充？有吗？有。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我们各位女士先生，今天本部奉邀列席贵委员会，仅就关于国人于肯雅案窃遭中国大陆强行遣送一案政府应有的作为跟检讨议题提出专案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刚才有关于案情的部分呢，林部长跟司副主委已经有做过介绍，我就不再重述啊。我把本部里面的处置，让各位委员了解，也指教。本部的处置啊，是从4月8号案发开始起的一个流程啊。在4月8号，我们接获刑事警察局通报，肯雅警方啊强行带走有8名我们的台湾人民，想要搭乘中国南方航空专机啊遣送至中国大陆的信息之后，我们就以电话跟刑事局、外交部联系，来确认相关的情形。跟目前我驻外单位所掌握的一切的信息，那接下去我们就继续了解相关信息后，在当天的下午差不多2点多就跟大陆的公安部联系，公安部表示说他们了解状况之后会回复，说他说他不太了解这个情形，说了解之后会回复。那当天的下午4点多啊，我们又另紧急用联系的公函传真给国台办哦，还有公安部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啊，表达我方对这个案子高度的重视啊。除了要求协助了解本案，维护我们8名台胞的人身自由、安全及相关权益之外，并且要求说明。并且我们说明说，这个8个人如果在肯雅的司法程序终结之后，要让他回台。那并在当天晚上啊，我们又持续追踪本案办理的情形，但是陆方的公安部，就是他的那个台办，仍然是以尚不知此案的案情来回应。那我们在4月9号跟10号也是持续的，又是一直在电，等于就是狂催了，狂打给公安部联系本案，一直要求回报这个8名台湾人民的现况，但是他们都说我不明了案情，作为答复啊。
那我们本部在4月11号这是周一啊，礼拜一上班之后，因为迟迟没有收到陆方公安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我们在4月11号晚上8点多的时候，再以联系公函要求大陆对这8名的台湾人民呐、啊，有违人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置作为。应该依我们两岸共达及司法协助协议第16条的规定，应该要通报我方、哦、所以我们要求他，大陆公安部就在当晚9点44分的时候传真通报，说这8名台籍的人员呐、啊，因为涉嫌在大陆地区为诈骗行为，现在由北京市公安进行调查。目前暂时拘留在北京市的公安局海淀分局分海淀区的看守所。那本部向公安部表示，我方极为关切这8名台湾人的权益啊，我们有意要派员去大陆了解状况，洽商相关案件的处理，并要求公安部尽量提供本案的犯罪情节、受害人的范围、受害金额等相关案情供本部研处。那后来又在4月12号又再遣送，不理我才我们37名又把他送回去，非常强悍、哦、那我们本部一直跟陆方提出3项非常严厉的要求、哦、啊，表达一个不满哦。第一个就是请大陆公安部能够维护国人的权益，保障人身自由及家属的探视权，来符合人道的原则哦。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请求诉求。第二个，我们要求由我方派员了解相关案情始末，然后洽商案件后续的处理事宜。那第三，请大陆公安部紧速提供就散开被遣送的台湾人民所涉的犯罪事实，他所犯的法条跟相关证据，包括侦办的程度如何，犯罪期间共犯人数，所谓共犯人数包括台湾人跟大陆人，还有被害的人数、涉及的省份、诈骗总额、资金流向、查扣的犯罪所得、犯罪手法、查扣的设备文件、犯罪工具、电信器材、诈欺交战手册、提款卡等犯罪证据资料，来厘清案情。那同时我们也向陆方表示啊，这一次陆方用强力来处理在第三国查获加害大陆地区人民的诈骗集团的我籍台籍人士啊，事前没有知会，事后又非常的就是冷淡哦，回应拒绝协商，所以这个会不利两岸合作打击犯罪。所以我们非常严正的向陆方